爹地啊！爹地啊！他干嘛？感觉他很凶哎，他在凶什么？啊？感觉好像要打起来的样子，先把他吸引过来好了。这边一个士兵，哇！嘿，你差点抓到我了，大哥。就抓这一只而已，这样你也爽。他很凶，他很凶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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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真的，真的可以了。我觉得这很麻烦欸，每弄一次都安抚一次。嗯，这里可以下去啊。下去到那里有什么？那这个正中央又有什么？你不可能跳得过去的吧？叫什么啦？你是在看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被擦伤了是吧？来，我来帮你解一下你身上的这个啊粉刺，解除你的粉刺。哎呀，一塞一塞，啊，一塞一塞。要走路好笑啊！这小屁孩，这小屁孩根本就是在来玩的吧？看你玩那么开心，握住哦！原来这边是一个那个、啊、食物桶啊！啊，给你给你，来来来，看到了我食物了没有？请你过来这个地方，快点！吃屎的时阵到啊！进来吃屎哦，进来！快点，我这边有一个新鲜的大便，看见了没有？好，三二一，吃！算了，不想理你了。靠北啊，这个小人就可以走过去了、啊。我在低能什么啊？我以为我过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边一直狗也在那边搞半天啊，这个我自己就可以跳过去的东西了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游戏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害我搞了这么久，天啊！这游戏设计的实在是太人性化了啊！抱歉，我不应该用游戏的逻辑来看待这款游戏的啊，空间的概念啊，我以为那个是一个铁门，我就过不去了。然后你过来了，太好了，算了，赶快进展我们的游戏进度吧。哦天啊，啊这到底要怎么做啊？这到底要干嘛？拖这些木桶有什么意义呢？想吃是吧？来，让我上去啊！我来看一下这里到底要怎么过啊！トリクーノ、イデカサとウィズ。被困在广场里面了。虽然发生了各种事，但一路经历过来了，嘿，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，似乎已经传到巨婴知道了。还好有巨婴，我才能从那里脱困。嗯，按下 R1 时，操作少年可以对。怎么个指示啊？按下 R1 按钮，并操控少年。你真的知道我要干嘛吗？不要让我看你的括约肌啊！哦，原来还要配合其他按钮哦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比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抓他快点！他会抓吗？他是在看这个。哎呦哎呦哎呦哎，只是比较慢而已，反应迟钝。我指的这一面墙，你应该是要开始动作爬上去了吧？快点，爬！我都指给你看了。
你还在等什么？快跑啊！终于，好厉害哦！可是你没有跳上去啊！阿汤，不知是否因为开始跟我亲近了，开始会模仿我的动作了。哇！不用跑的，跳跃以及各种肢体动作，让他理解。Hello， 哦，你要跳，你要跳，不是那里啦。啊，算了。至少你的尾巴可以让我上去吧。尾巴让我上去，快点。尾巴让我上去啊！尾巴不要动，谢谢。不要动尾巴！啊，有了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应该是要把那个铁门给拉下来才对，应该是要拉下来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已经有那个透光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应该就到这里来了，没有错了，把它拉下来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它出来。出来喽，巨婴哥自由了。哎，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。我们等一下操控他，让他过去那里看看，有没有办法往上爬。那边有一个，有一罐那个狗罐头。哎，这样叫你是不会出来是吧？好像出来了。可怜，过来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他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声音啊？没看到人出来，但听到破坏的声响。哎，怎么什么时候出来的？这里。阿布曼。阿布曼。阿布曼。听得到吗？快点，你的狗罐头哎、欸！你的狗罐头哎、欸！还不快去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里，就是那里。上去上去上去，爬上去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啦，睡啦，乖狗狗 ，good boy，good dog，good dog，good dog。哇，你越来越乖嘞！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，真的，超级喜欢。哦，差点掉下去，抱歉。你想害我摔死吗？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，我被你卡住了。为了拿一个狗罐头这么的辛苦，这样对吗？来。看见了没有，笨狗？看见了没有？三、二、一，睡，好狗儿。跳过去，你可以吗？看样子他准备要跳过去了。我已经抓好了，预备动作了。好，准备跳哦，跳到对面。来 ，jump， 他会跳吗？我很好奇。好像准备了哦 ，jump。Yeah， 睡啦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看一下哪里可以让我攀爬，那里攀爬没有用，嗯，这里的攀爬都没什么作用哎、欸，算了，看来我只能爬这里了，有点难过，
这里也是可以的啦，没有什么不行啦。继续啊！走走走！等一下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这边的这个楼梯到哪里啊？这边下面是可以爬到哪里？这边下面好像只是个石柱而已吧？好像从别的地方爬都是可以的样子啊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懒得去理解这么多了，我们还是走这边吧。哎呦呀，恐怖哦！别吵别吵，攀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爬进去啊！哇塞，果然个子小啊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。我们居然下来这里面了，这里面居然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灯在照什么东西？看没有哎、欸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呢？爬这边吗？走到对面再说好了。呜，爬爬爬，感觉被那个灯照到，好像会有什么士兵跑出来之类的。士兵76前来报道，是吧？来跳！哇，居然没事，太丢了，是不是？嘿，超级会！所以说不是爬上面那一个地方啊、喔，上面的地方是从这边可以爬上去是吧？嘿，哇，我没事，我太强了，一个神抓的概念。你看过神抓吗？那我怎么不能跳过去？哦，可以啊，我过来这个地方啦，基本上直接下来不就好了，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所以说，那个光照到应该是士兵会跑出来，所以说我们要小心那个光芒。好，看看那个光，那个光在旋转。所以说我们要怎么过呢？我知道了，拉这个东西。让他进来，有没有进来了？进来了 ，Lucky， 把他抓爆！好啦，有，让你进来，让你进来！哇，士兵出来了，打爆他！快点！凶残呢！Good boy， 过来，快点！这边有一个需要你帮忙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，我必须爬上去。一咕过来，对，就是这里了。看到了没有？跳。真的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哎、欸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好狗儿，超级厉害。啊，我们已经建立了感情连结了。你把我视为主人，我把你视为我的宠物，忠心的狗儿。好，我们上来，继续爬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出口是吧？我们可以从这边爬出去。好的，啊，这里呢？到了这里之后呢？啊，这是另外一端。我们爬了过去了，哎呦喂啊！一个小男孩居然这么的勇敢，哎，我自己看了都醉了。要是我，我跟你讲，绝对先软在那边，先撒一泡尿再说。啊，反正这边撒泡尿不会有人发现的，反正只有你一个人啊，尿裤子也不会有人笑你，呵呵。然后要怎么走？爬上去啊！这个有洞的地方爬上去就对了。然后就这里，我觉得关卡设计做的还蛮有巧思的。不过有些地方，的话，必须
要卡个几次才会啊？该不会要从这边跳下去吧？好，算了，我已经不管那么多了，我就是要从这边跳下去自杀。Yeah！ 哇，居然被照到了！来啊，过来啊，笨蛋！来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要来抓我，大哥大！我先把他们引远一点地方。大哥不要啊！哇，他们联合，这个符文给太多了吧？我要轻快一点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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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种符文贴在我身上哎！干嘛啦？这跳舞呢？完了，我要被带走，我要被带走了。符文清不完，符文清不完。刚刚翻滚就可以在那边跳舞哦，低能儿。在跳啊，那边跳探戈，受不了哎。那我觉得他在靠近悬崖的那个机制真的很低能，不知道抖什么抖。完了，我觉得这一波我应该要输掉了。这要打个持久战、游击战、车轮战才对。他们全部走过来，我们再释放我们的狗儿。跌倒了，大哥，你有我按得快吗？放开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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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。Lucky， 救命 ！Lucky， 快点，快点！陈先生，陈先生！啊！好烦啊！啊！烂游戏！我有点想要放弃这回合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。刚刚是因为被照到，他们才跑出来。哦，烂设计，全部都给我过来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对，我可以爬下面哦。完了，要被带走！我被带走了，烂游戏，你说这愤不愤？愤不愤？他奶的妈，去死！在抓我啊！妈打我啊！打我啊！这小王八蛋！妈，气死人了！全部都给我抓死他！烂游戏！妈的，超级大粪 game！ 滚！妈的，还不杀他们！砍下去啊！气死了！哈哈哈哈！干得好！敲下去，快点！敲下去！在后面的也是，把他敲死，快点！啊，我帮你推他，啊，不是很强，推不了。打啊！嫩！啊，搞得我快气笑了。什么烂关卡、啊？拜托作者，你可以不要把它弄那么靠北吗？妈，果然是十年前的游戏，有那么久吗？随便讲的，气死人了。好了，安抚一下你的情绪，我也想安抚我自己的情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，我也想安抚一下我自己的情绪了，自己安抚我自己，哭哭，可怜人，一样。给我跳！走这边。把他拉下来。快点！好，放开了，放开了。我们下去吧。这样子他就可以出来了，继续前进。
哎呦，来吧 ，Drake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又一个，我再把它推掉了，把它弄掉了，他就走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里嘞，哎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这边就只有一道门，那这门到底要怎么解开？哦，好，往上看是要跳上去的意思吗？嗯。我们直接爬到上面比较方便一点。哇，要跳这么远啊！我的天啊！加油，你行的，你办得到的，你可以的。跳跳跳跳跳！乖 ，jump！ Oh yeah, baby！ 啊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按、啊、那个，那里是有一道门还是怎样？还是那里差一道门？跳过去，跳过去！哇，他跳两段式！哎、欸，其实就让他跳就好啦。对，继续跳，继续跳。哎、欸、呦，快掉下去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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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跳！跳这里，跳这里！他干嘛、啊？他、啊、跳左边了吧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最起码他有动就对了。然后在哪里呢？那个吗？跳 ，Lucky 乖，乖 Lucky。然后还有哪里可以跳？该不会就这里就没了吧？这是我们刚刚那个地方嘛，然后爬这个上哦，看到了。有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往回跳啊！你看到你长开翅膀啊？不是。小笨狗。